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状况。好，这两杯是哪里来的？刚后面装的自来水，好，自来水，好。自来水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些那个钙铁钠钾哦。不过那非常微量，所以测不出来。这两个目前来讲，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微量元素，也没有任何的能量。好、哦，好，都看得到了哈、哦。好 ，OK。我现在把这个红色的黑猫印。我吃的都吃得很省，要卷起来挤出来。没有，我是整个打开，这种打开舔了、哦，打开舔的，比你更厉害。你可以当，他可以当全联先生。它一打，它能量一下直接就一直显现的，注意看哦，这边还是没什么反应哈、哦，很快看这一边，你看非常的快，显现非常的快，来这边没有任何反应，这代表它那里面的微量元素非常的高，而且是它的是游离型的，很快就能够让身体吸收，哦，然后呢能量也是相当的高，对不对？如果台风天的时候把这个准备着，这边最好没有台风哈，这样不会停电的，对，亮一整天。你千万不要这样插的话，它会一直亮下去。它如果在你身体产生非常高的一个能量。